这辈子我谁也不服，我就把我自己给服了。这辈子我也把你给服了，你太能吹了。啊！许双虎他大和妈呀，把他生下来就没给他安个好脑筋，我这一生啊，天天给他念经，舌头都磨出一大截子了，总算把他拧得顺个溜溜了。你也把他的脑筋也换了？你赶紧找你小表妹桃花去啊！双虎同意了。真的？ 这么快吗？你一张嘴，我一张嘴，你把两房十人说成夫妻，我把一个榆木疙瘩还说不开？拉倒吧，就许商虎那榆木疙瘩的脑袋，你胡使个猫撩吧你！你赶紧去啊！双虎是罗马店的股东，这办事啊得动用罗马店全部的伙计，到时候上映傍晚，老榆林还不管喝个够？咱三十里铺又能热闹好几天了。 你这个小眼睛一转啊，就没琢磨什么好主意，是不是又想趁着闹洞房的时候占人新娘的便宜啊？啊，那是必须的。哎，对了，你赶紧去，到时候咱们许双虎啊，赠出两盏王洞房一催，凤英安行，秦丽萍死性了，大伙儿都安生了。我不相信你，没见着许双虎，鬼才相信你呢。 男人开窍，一窍通百窍，想通了什么都好说，你要想不通，那我也拿你没辙呀。把生意做成熟饭，到时候谁求谁还不好说呢。 只要脸皮厚，胆子大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啊，双虎哥，凤英，你起来干什么？你说我的婆姨，你是我的女人。双虎哥，你干什么？你怎么了你？你说我的婆姨，你是我的女人。我是来洗的，我心里面只有来洗，我没有你。你听我说，双虎，你不能做对不起来洗的事儿。干什么你？啊，双虎。 就你不行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让我进去好不好？我担心你。我不开，我不开。那好吧，那……你赶紧给我走，走！你再不走，我找绳子去上吊。好，我走，我走还不成吗？我走。
哎，但是你要是想闹洞房耍新娘子，县城的倒有一桩。谁呀？哎，我才都几天呀，谁又做下了这好事？贺一书的人样子回来了。哎，我见过他光身子画，我看看他真人去。你滚，乖乖的坐下吧，你。咋？三十里不我谁不能见？咋？人家是大城市来的洋女子，就凭你个穷酸男人，嘴上又没个把门的，荤的素的直往外淌。你少给我三十里铺丢人啊！给我待着。姐姐，双虎哥大概是太冲动了，一时没控制住就。这狗畜生，竟然敢这么对我！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你也。哥，安琪呢？你们也看到了，龙马店这么大一个摊子，就咱们三五个人，我靠谁？我靠得住谁？这日子还怎么过呀？凤英，双虎哥他根本就不是坏。归根结底，他是爱你，他是太爱你了。我知道，可我们都在同一个屋檐之下，保不齐哪天他又发疯，他又抽筋呢。都犯过两次了，不会有第三次了吧？你敢保证吗？啊？安琪呢？要是你身边也有这么一个好人，也这样对待你，你受得了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他栓虎有一个好人品。兴许对我干了这种事情，众人也都能原谅他。可你们有没有替我想想，替我想一想啊？我就算是一个泔水桶，什么脏水、恶水，那到底成吗？安琪呢？把小干妈叫来，我们三个人商量商量。咱们几个商量一下，栓虎的事情该怎么办？他不是贺阳烟，就是跟疯子一样蛮干。留着他在罗马店来回出入贺府，我时刻提心吊胆的，还怎么做事？反正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，是留他还是留我？你们决定吧。反正你不能走。我在替罗马店干上一年半载的，理顺了我就走。到那个时候，你们就把他找回来，替小干妈料理罗马店。反正这一段时间，给他一笔钱，让他离开三十里铺，行吗？哎，老总，你们这是往哪儿开呀？往西，不打日本鬼子了。谁说不打了？可鬼子不在西边啊。我们这是奉上峰的命令，休整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鬼才知道呢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这儿危险了！国民党部队从何方阵地上撤防了。真的。经过三十里铺的国军，已经过了半个钟头，还没有撤完。不行，小妈，这太危险了，我必须得回去，我们必须得回西安。国军大哥走了，留下这帮八路兄弟保护你们了。乡亲们，黄河都快守不住了。赶快向西安西北方向转移吧！赶紧逃吧！快到来了，赶紧逃命吧！这待不住了，大家快逃吧！听说这个日本鬼子就是野兽，啊，在山西啊，烧杀抢掠，奸淫妇女，罪恶滔天呢。哎呀，那这要杀过来了，那可怎么办呀？凤英，咱们还是赶紧逃吧。对，咱逃吧。说的倒轻巧，往哪逃啊？随便往哪逃啊，总得待在三十里铺，让日本鬼子杀了强吧。呸！闭上你乌鸦嘴，徒儿。别胡说，有八路军在，日本鬼子打不过来。把式应人，家伙好，八路军人少不说，那装备也差呀。就那破枪破炮的，怎么跟日本鬼子打呀？这，哎，凤英，我跟你说呀，
二哥要是被日本人抓过去，那东洋娘们儿她也不喜欢我，我大不了一死。但是你这么俊，要是想死个痛快，估计没我这么简单。你，这，你又说什么呢？你怎么回事？狗都知道看人脸色，你别在这讨人嫌了，快滚！哎，凤英，我跟你说，这一回许帅虎让我石头到家了。石头，你去看看去，看清楚了再说。他没顺滚溜溜的。陈先生，你去了解一下，看看何方阵地到底出什么事了。好，我这就去。乡亲们，大家都不要惊慌，该干什么照样回去干什么。等我们把消息弄清楚了，是留还是转移，咱们再做决定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肯定不能走吧？走了，走了。秘书，我才来没两天，现在就走，似乎有点不大合适吧？我真的一天也待不了，我想现在就跟你回西安。哥，安琪呢？姐姐，想呢？来，快坐。坐吧。收拾的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，已经收拾好了。其实，我的意思是再住几天。安琪娜，你这人一来呀，我们都见过了。把艺叔哥交给你，我们都放心。艺叔啊，你要是再对不起安琪娜，可就身在福中不知福了。小妈，我知道。凤英，我必须得走，我希望能理解我。我知道，这儿的确不是久留之地。我派人送你们去西安。本来呢，应该给你们好好办一场喜事，可是现在的形势，怕是不允许啊。没关系的，只要能和义叔在一起，我什么都不在乎。那要是你这个呆子哥养不起你这只安静的小猫，怎么办？那就只能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了呗。来。安琪娜，置买房子和家具，这些钱也差不多该够用了。来，拿着。凤英，你自己把握好。房子呢，不用太大，也不用太贵，够住就行了。姐姐，小妈，你们就放心吧，我是不会乱花钱的。艺叔哥，你这一走，一个大股东可就不在跟前了。没关系。以后罗马店的那些事儿，就你和小妈一块商量着办吧，啊。按理说，不是说这话的时候，可是没有时间了。艺叔哥，你相信我，把你的表决权暂时转交给我，以便于我料理罗马店的事，怎么样？好啊，没问题。这是表决权的协议书，你在上面摁个手印儿。艺叔哥，出门在外要时刻记着，在罗马店也不容易，可不敢再乱花钱了。我知道。要是实在不够用了，就给我发个电报，我派人给你们烧，或者是给你们汇款。以后啊，别老发疯发呆，要上心疼媳妇儿，一定要对安琪娜好，听到没有？知道。小妈，姐姐，你们对我实在都太好了。好了，你们要赶路，赶快收拾行李走吧。啊，哦，对了，我新学会了一首山歌。什么山歌？我唱的不好，你们千万别笑我呀。我们笑话谁？也不能笑话我的小嫂子呀，唱吧，那我可就唱了。嗯。当颗颗电灯伴康康明，酒盅盅亮你不羡哥哥穷，满天的星星。
就送到这儿吧，你都回去吧。姐姐，我真为你感到担心，太难了。山北那么一大茬子人呢，不都活得好好的吗？放心吧，只要你和义叔能好就行了。小妈，先挺过这一阵吧。等我和义叔到了西安，把西安弄好了，再回来接你。好，快走吧。啊，阿燕，再让哥哥抱你一下好吗？我怎么有一种生死离别的感觉？哎呀，呸！黄土必百邪，黄土镇万妖，逢凶化吉祥，遇难显佛膀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就是这，明白了。我没话说了，我不知道说什么，也不知道你是该走呢还是该留。我不走，也不留。我不进罗马殿，也不进贺府，我就留在三十里铺当吹鼓手。你图啥呀？能看见凤英。你真该死！给，店里头有多少钱，你应该很清楚。这是80块大洋，拿去花吧，随便去哪儿，花没了再回来啊。这个钱我分文不要。你傻呀你！好了啊！罗马店的20%股份，我不要了，这是自觉。别呀，双虎，这你这一辈子肚脐眼挣翻转了，也挣不了这么多钱啊！来，听哥哥的啊，拿着，啊，别不要。我就是个来递话的，但是我就多句嘴吧。这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。嫂子，把这个捎给凤英，跟他说，刘建广要加征抗战税。啊？征税？那个就是你们的事儿了。哎哎，少虎。多少？一共3750块，咱们交不起。从现在起，刘建广的话，你们完全可以置之不理。置之不理？对，太具体的我也说不上什么。大方向上看呢，可能要和国民党反动派决裂。要是和刘建广他们斗起来，咱罗马店可是首当其冲啊！不用怕什么，高团长说了，八路军已经做好了整体部署，国民党讨不到什么便宜的。
不走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也和他谈过，不顶用。不管他，说咱们的。傻小子，别吹了，别吹了。你这二哥你也打呀？嘿，这罗马帝还叫不叫人睡了？谁家的？脑子有毛病？吵死了！这什么事儿？这个？你说，好好的这么一个人，这变成花痴了吗？这是。这男人成花痴，我还是第一次见着。双虎，三十里铺不是你一个人的，做事不要太过分，让住店的人歇歇吧，他们明天还要赶路呢。双虎，你知道什么叫众怒难犯吧？你对弗莱西的承诺，双虎也这样。双虎，许双虎，你说你这是何苦来呢？给，爱吃不吃你。哎，双虎啊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心胸要大。嘿，你的心眼儿啊，比针眼儿还小，别说是凤英这样精明能干的女子，就是一般人家的女儿，谁会喜欢和你过一辈子？双虎，你和傅来喜都是咱绥德的好汉子，可是和来喜相比呢，就目光远大、心胸开阔这一点，你许双虎
这一辈子都比不上他，你下一辈子也撵不上他。人家傅来喜能想大事、谋大事、干大事，那说革命、说抗日，一点都不含糊。不管凤英怎么样挽留，他是毫不动摇，说走就走。双虎，这一点你能做到吗？日军离三十里铺一河之隔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在这个情呀、爱呀这些事情上钻牛角尖，哪个有头脑的女子会看上你？凤英撑持偌大一个罗马殿，把支持八路军抗日当作大事来抓，你的胸襟呢还不如他，他凭什么喜欢你？我最后一次给你敲警钟，再不敢胡搅蛮缠、瞎胡闹，干扰凤英干正事，听明白了吗？陈先生，我跟你商量个事。啊，我就来。黄河岸边的几百亩地，马上就要播种了，送粪送的怎么样？我让几个人忙摊地的耕种，黄河岸边的地也都安排了，没来得及看。要是粪送的不够，还得抓紧时间补上。啊，我打发人去看一下。今儿我有空，我去看吧。耿大爷，你看，这儿一亩地。要送多少坨粪？啊，十坨不嫌少，二十坨也不嫌多。你看，这黄河边的地呀，嗨，没劲儿啊，又薄又弱。要想多打粮食，你就只管送。哦。种庄稼又不是找男人，差不多行了。人哄地，地哄人，要想打粮食，谁也别哄谁。哎呦，我的天大大呀！这你要当了掌柜的，这长工短工还不得累死？花姑娘。庄稼地跑快！你们快走！你们俩快走！快走！快！老子跟你拼了！
别追了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！哎，哎，对，哎，拿着这个，赶紧去河防部队啊！哎。先把你藏起来，走，走，快走！报告团长，三十里铺发现有枪声。三十里铺，全速前进，叫！叫！戻れ！銃声が聞こえたぞ！戻るんだ！要不是你们及时赶到，我非死不可。我们的土地就在黄河沿岸，这样下去，日后的生产工作还怎么搞？总不能放弃那么多的土地吧？我建议建立一个军民抗战联防小组，临河每一千米设一个监视哨，一有情况立刻报警，我们的河防部队就可以立即出击。好，这是一个好办法。这个我可以安排。我们的河防部队正在陆续的调集过程中，全部到位以后，黄河防线就是一道铜墙铁壁。珊瑚，你醒醒啊！姐在你身边呢，你没事儿。你别动，一动伤口就挣破了。我怎么在这儿呢？我起来。嚯，你别动，你别动啊！我不能待在这儿。你怕啥呀？有我在这儿呢，我都替你担着。我真不能待在这儿。你究竟在怕啥吗？就算跟风也不行，我也不能跟你。不行，不行。我早就想好了，老掌柜留给我的那些我都不要。我留给他的儿子和儿媳妇儿，至于我找人嫁汉，那是我自己的事儿。按共产党解放区的政策，婚姻自由，谁管得着谁吗？哎，话是这么说，可是我不自在。栓虎，人可不能活得这么虚。在陕北啊，一到三四月就刮老黄风，干山秃梁，穷乡僻壤，看没看头，吃没吃头，玩没玩头。你说老天爷给咱留了个啥？不就留下个人爱人吗？自小到大，谁没这个念想？哪怕是刮风下雨一阵子，谁没爱过几个人能活到今天？脑子慢，我就不是个转弯快的男人。哪怕是一回半回，
陕北的婆姨哪个没有交朋友？陕北的汉子哪个没有串门子？那吹牛的男的多了，真正的串门子客没几个。庄户人家，谁不是忙自己那嘎的光景？还有闲心弄这弄那？那咱陕北的酸曲儿，哪个不是哥哥长妹妹短的？要是心里不想，咋写得出来？咋唱得开来？唱酸曲儿，那是在解心焦嘞。解心焦？卖人的时候，大出殡一吹，谁不是泪流满面，哭丧好天的？你想想，那是在哭死人吗？你信不信，那有一多半都是在哭自己呢。唱酸曲儿，一个零。你都伤成这样了，你舌头会转得挺欢的。那理儿在那搁着呢。远的不说，就说你在贺府的这些年，你趴在窗外偷听偷干过多少回了？哎，以后可别再说这事儿了。说归说，那事儿在那搁着呢。这事儿都过去了，早就一风吹了，一水冲了。风吹不光，水冲不净。你就别再寻事儿了，成不？凤英想做了断，我也想做了断，谁心里都想一了百了，一断百断。可这事儿没那么容易，没那么简单。你就想一直这么下去啊？我已经等了这么多年了，我有足够的耐心。我的爷爷咋都是犟牛筋？小干妈，行，我喂他吧。啊，凤英，我哎，你别动。我不该在这儿。别动，听陈先生的。我让人给你炖了乌鸡汤，趁热喝。你手不好，我喂你。别，使不得。让你吃你就吃。我难受，你让我把话说了，再喝不是？我先说，我不是铁石心肠，你对我好，我都知道。可是，我这辈子铁了心就要当傅来喜的婆姨。我明白。我说完了。那我说。凤英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办婚事儿、傻事儿了。嗯，只要你能把我留在这儿，你就是当我是罗马店的一头牛、一头驴一样伺候。我保证不会再碰你一指了，不会再干任何傻事儿了。